今天是个好天气哦。起来今晚明显比平时丰富哦，因为那几天我老爸过生日，你们看一下，现在吃的这个是我们县上县里面特别有名的那个早餐啊，它叫个，用我们的方言来叫的话，它叫哈便食，超级香，它是用臊子做成的，这是我妈泼的辣子，然后排骨，爸，小啊，小，生日快乐，你该说的，爸比，把你就过嘴的，过嘴快乐，我怎么样啊，爸？这要咋这啊？这照咋了嘛？咋红的跟你们一块来都快不快点？一个都没有咋照。爸比生日快乐，谢谢你，辛苦了，我爱你爸比，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，你把我的包包拿起来，铁匠，这对了，你看哦，你就活手的，我妹妹今天给我制作的这个包包，提起来看一看，我觉得这是最温暖的包包了吧，应该是。爸爸多吃一点哦。嗯。妈妈你也是。嗯。你记得这个娃娃还没有？我不记得啊，你随的时候那过年的时候，你喝的奶粉哦，一白奶粉一白用它的面，就给这小这个娃哈哈，就是这个就这个娃哈哈瓶瓶啊，我晓得，上面套个奶嘴就直接包上给你喝去了，一顿都不止一顿，你家火锅，啊这个，祝我爸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爸。谢谢啊。